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，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。德英，你到底是谁？ 就是桑博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一定会把你杀清楚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八年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孩子？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，为了取得他们的信赖，我想我开枪了。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。我爱的是你的现在，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。 子光，谁呀？ 是聂晚风，我儿子是你救的。聂老板，聂老板你好，那个光哥，聂老板的儿子是你救的，你可真会救啊，救得好。聂老板，你是找光哥有事儿吗？对。 啊，那光哥，你们俩好好聊。进一步说话，一会儿尝尝吧，这家的素食还是不错的。其实聂总不用这么客气。应该的，程程出事那天也是真巧啊，刚好让你撞见了。对，非常巧。本来打算回家的，只是没想到自己家被拆了。 你的家被拆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8年，我8年没有回过家了。哦，那你去哪儿了？不记得了，我失忆了。
小兄弟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？你跟我一个兄弟长得太像了，真的很像。当然了，他的个子比你矮一点。我们真的没有见过，真的没有。啊，你跟我那小兄弟长得可真是像啊，连个性都一样，很直率。聂总，你说会不会在那八年，我们是认识他？不会的，我说过了，他的个子比你矮一点点。对，你回到江北市也算是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的，可以把我当成大哥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。有事？什么事？我想问你要点钱。当然了，你是程程的救命恩人，需要多少？10万。10万块钱太少了，我可以多给你一些。哦，不不不不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胡哥，准备10万块钱。聂总，菜已经上齐了，请用餐。啊、哦，小兄弟，用餐吧。聂总，有没有纸？有没有笔、啊？干什么？我想给你写张欠条。不用啊，这个钱是我送给你的，是你应该的。哦，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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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借我的钱，我还给你，这是应该的，必须的。子光，你的钱。你是程程的救命恩人，这个欠条拿回去吧。不用。钱借了，必须得还，我会尽快还给你。这钱是你应该得的。谢谢聂总。网红怎么了？网红就没出息了？我开心，我乐意。那新捏的给你多少钱？好多钱。好多钱？100万？1000万？1亿？那还给我们1亿啊？我1亿多少？1亿？1亿后面8个0。到时候光哥你4000万，我3000万，你再拿3000万，兄弟咱们俩发财了。1亿啊？咱们跟你有关系吗？咱们怎么就没有关系了？光哥谁啊？光哥是我们大哥，大哥好了能不带着小弟吗？卓巴子，我今天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我要发财了，是不是？1亿，1亿，咱们得去趟澳门，好好的玩玩。我订机票啊。澳门其实我也挺想去的。哎，小帅，你看一下那个机票多少钱？哎，光哥，你又没有岗位上行证啊？没有的话，赶紧办一个。哎呀，多少钱都不成问题。干嘛呀？他给了我10万。10万？新捏的也太抠了吧！10万块钱能干什么呀？还真是10万。钱不是给我们的，我给建国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地地道道有难，我想帮建国哥度过这个困难。原本我打算我们三兄弟一起帮他经营，但是如果你们各有各忙的话，我明白，我自己一个人帮他撑下去。不是，光哥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啊，你豁出命去救了一小孩，拿到10万块钱，结果你现在一分都没有，全都给了李建国，凭什么呀？我不同意。要帅。人是你救的吗？你在瞎掺和，啊！再说了，
地地道道的前身就是光哥他爸的店。现在建国哥有困难，咱们帮一把很正常。光哥，你这么干没毛病，我支持你，我去。你们俩都这么看着我干啥呀？就觉得我背小山不仗义啊？卓胖子这么一说，我不就明白了吗？这是意义重大。再说了，建国哥人也还不错。光哥，我也挺你。那个，我赞成。拿好了啊。多天前我刚从你妈那儿要了10000转给你，干嘛用了？爸，我毕竟是一个成年人，一个姑娘，我要买包买衣服，对吧？我觉得我把我的工资全部上交给你们已经非常不错了，你这么说好像感觉我自己不赚钱还找你们要钱似的。你什么态度？钱有，但我得知道干嘛用。那这次这个我真不好说。不说。不说没有了。这次不是给我自己花，是给别人花。给别人花？但我发誓啊，这个钱绝对没有任何不好的用途。做好人好事不留名。那你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。这像我女儿。行，还是老规矩，我跟你妈说。不是给你，啊，我来求你妈。那位你老爸，大哥，今天您跟刘子光见面，您的判断是？他确实是失忆了，他的眼睛骗不了我。啊，可惜了。您说的是，您在他身上的那些钱？不是，是可惜了我这个兄弟。其实细想也不可惜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少了一个知道您底细的人，这样不更好吗？你不懂我和他的感情，你下去吧。睡不着，一睡着以后就做噩梦。不是你天天不睡觉，不是这么个事儿，容易猝死。我知道，我也担心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想个辙呀！我再想嘛。我是聂万峰。你跟我一个小兄弟长得太像了，我们真的没有见过。我去看一眼。
想上去劝劝他吧。劝得动吗？那这样，熬，熬到他实在是困了，他自然而然也就睡了。我是真困了，我熬不了啊。这钱你就拿着吧，虽然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，但是在人民面前什么都是小事儿嘛。吴警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自己的问题我能解决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我是借给你，不是白给你。那吴警官，那也不行，这钱我肯定不能收。谢谢你。建国哥，光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要把店盘出去吗？我帮你找到买家了。谁呀？我。真的，要不了10万，这个店面也就是8、9万。剩下的你拿回去，收回去吧，建国哥。但我有两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想找我两个兄弟过来帮忙，让他们有点正经的事情做。但他们又不太懂，所以需要建国哥你过来帮忙。这没得说。第二，这个店还是你的，所有盈利也分你一份。光子，这不可以，你这钱是盘下了整个店，跟我就没有关系了。这个店是我爸的心血，如果没有你，这个店早就已经不在了。听我的，建国哥，收下。这样绝对不行，就当做帮我一个忙，行不行？光子，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。既然这样，那从今天起，这个店就是咱们四个人的，我们共同把它经营好，你说呢？可以。还有，以后你就是我李建国的兄弟，用得上我的话，我绝无二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吴警官，我去看看你的外卖好了没有。你哪儿弄10万块钱？借的。10万？谁这么大方借给你啊？聂晚风。哦。你帮了聂晚风，然后找他借钱，再来帮建国哥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哦，那2万块你收好了，别弄丢了。2万块呢？知道。新店开业了，兄弟们过来给你们捧捧场。今天我们包场了。
今天全店满座，不能包场。哦，那简单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。不行，今天这里我们包场了，麻烦大家都出去好吧。不用走。下来。你给我下来。我就不下来，你拿我怎样？进去吃吗？不给包场。不给包场，我怎么吃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习惯。这不是侯总吗？这不是建国兄弟？是。怎么着，这店也有你一份啊？对，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开的，今天开张，您能来，我很欢迎。所以说，我就是专门来捧你的场的。谢谢。不过您也看着了，现在客人已经坐满了，可你这位兄弟却让我把客人都轰出去，说他要包场，这样做就不合适吧？那什么才是合适呢？你们要想吃的话，可以先等会儿。我大哥吃饭等过吗？你要这么说，就没意思了。那怎么说话才能有意思？哎，怎么跟你们建国哥说话的？建国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赶紧让他们走。光明子，没事。我叫刘子光，也是这间店的老板。你就是刘子光啊？我知道你。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呢，有一个习惯，我不太愿意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。所以我今天要包你的场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。今天我把这在座的所有人的单全部都买了，请他们打包出去吃，可以吗？今天我的客人一早就来了，做生意先来后到，以诚为本。如果你要包场的话，等一下。我要是不等。这是我们店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提前预约，保证不会让你等。看来今儿我这饭是吃不成了。我们这家店叫地地道道，意思是做人做事都要地道。你是个生意人，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？哎呀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好，哎，你们听听，你看人家一个开烧烤店的小老板，人家都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，有文化。所以平时我让你们学习学习呢，让你们好好的弄弄文化，你们就是不弄。你听听，你瞧瞧人家说的，做人做事要地地道道，做人做事要讲究诚信。好，说得好。今天我等啊，今天你这饭我还吃定了。兄弟们，都出去等去。今天啊，咱吃的不是串，咱今儿吃的是道理。小帅，准备凳子，让他们在外面等。兄弟们，坐。
我带头坐。倒是坐呀，都聋了，坐。小帅，给他们拿点水。侯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挡路挡路。可是他一个人上楼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胡警官。你等着。别跳！这多危险！千万不能跳啊！
哎，小六。哎，队长，你把这个笔录啊，就复印一份，然后把原件送到档案室去，复印件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。行，马上去。里边待着去，小田，给他倒杯水。好，走。哎，董事长，那不是直升机标的千金吗？怎么把他带回来？失恋了，跑金融大厦楼顶上瞎抽风。我回来教训他。这事儿不归我们管。我知道，我就教训他，就让他走。警告一下可以了，别太过分。小田，忙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容嬷嬷，我问你啊，刚刚那个是不是就是传说当中你的警察哥哥韩静？你们从小呢青梅竹马，现在又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，好上没啊？好你个头啊！那行吧，那咱们就说点有意义的事儿。说吧，你今天找我来想唠点什么呀？好。我跟你唠一下，你今天的行为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，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明白了吗？嗯，你说的对，你都说了这是治安的事儿，跟你们刑警没有什么关系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我把你送去派出所，然后拘留上几天，好不好？嗯，容嬷嬷，我错了，错了就写个保证书啊！念在你是初犯，写完保证书让你走。好的，容嬷嬷。我叫胡蓉。切，全高中的人都这么喊，可不止我一个啊！再说了，我进高中的第一天我就听说了，咱们高二年级的学生会主席，外号容嬷嬷，人嘛倒是长得挺漂亮。但就是做事一板一眼，根本不讲情面，是你不？好了，行了，乖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问呢。你说，咱们今天那个见义勇为的帅哥，你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他的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家庭住址、爱好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我不认识他。我就知道，我自己查。不容，有人来接你来了。怎么？谁啊？姓尹。怎么又是他？不想走啊？不想走，再待会儿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个人也是来献血的吗？是啊，他是第一个来的，还献了不少呢。这个店还是你的，所有盈利也分你一份。我想找我两个兄弟过来帮忙，让他们有一点正经事做。刘子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小红，喝茶。哎，还有吃点零食。小红，你怎么能跟我幼儿园同学长得这么像呢？上次加微信的时候，你拿出警官证给我一扫，把我吓一跳。那现在算是正式认识了吧？那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贝小帅，贝呢宝贝的贝，小大小的小，帅帅气的帅。你好，不好意思了，没事。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来，微信加上以后咱们私聊。来来来，扫一扫，扫一扫。别闹了。行，那等你们聊完以后我们再加啊。胡警官。今天找我是有事吗？我是来谢谢你。如果那天不是因为你的话，可能我和李纨都会有危险。李纨，女的吧？漂亮吗？
小帅。啊。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是坏人？你说你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你这身手和你这速度都是一般人没有的，而且你失踪了八年，到现在都没查清楚，我不怀疑也不合理，对吧？对，我也希望赶快找到我那些失去的记忆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找到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怀疑我了？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以前我觉得你挺讨厌的，特别烦。但我今天看到你救女孩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你没有那么讨厌了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我对你也一样。那你是不是不会再讨厌我了呢？在没有查清楚是你之前，你还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。哦，是。那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警官直接走了，微信还没扫呢。对，慢走，慢走，警官。小帅，小帅，哎，我来了，慢走啊，小黄，再来。光哥，你加人微信就好，为什么还要扫一扫啊？不是，非常没有礼貌。微信就是要，哎哎，拿去，光哥。像不像一匹还没有被驯服的野马？你笑什么呀？你有病吧你？不是，我问你一个正经的，你说我们家小红好呢，还是不是？是我们家星星好呢，还是小红好？你们家小红比你们家星星野多了。难怪我有驯服她的欲望。哎，你说我追她有戏吗？不表示。人要真是一匹野马，你们就是一匹种马。种马也是好的种马。不是，微信。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本丸子就是他的女人光，打破结局，任谁都不。
旧时光。